你闪现打不了我，你还哪有那个？死了，没有一个技能，快来吧，直接来，开地板，来吧，一 Q，哎，抢人头，居然不是我的人头，哎，致命点烟，开地板，再想跑完了，老弟呀，你是我哥呀。给一个都不行吗？给一个，咱俩5-5开呀，一人一半是不是好兄弟？你这都不给，你说这怎么当好兄弟还？来呀，跑，我感觉肯定是能跑得了，那疾跑一开。这怎么叫反杀呀？要反杀可是有点开玩笑了。这螳螂一瞅就是要杀我，你瞅什么呀？想杀我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搁那草丛里头呢啊！技能咱们不教，让它跳出来。站在小兵堆里，这就危险就不大，没有危险的就假装没看见它啊。Q 一下，接走位，A 接大起来，A 接拍地板，接死亡吧。他跟我在那装，拍地板，打一架，直接到。这螳螂跑了，哎呀，双 buff 没了，很难受。啊？你能追上我吗？这人是要干啥呀？啊？后悔了吧？完了！这人脾气挺大呀，见面就双招。亏了，不过还行吧，让他值点钱，刚好我也回家一趟。他咋这么凶呢？你老凶啥呀，老弟？你老凶什么呢？那跳弹让我打了，没了。耶，这也能回到血呀、我都不给你，我小鸡儿都不给你，我让你没有小鸡儿。杀个派克，派克也不值钱，那041。这落手不能杀，有没有别人？哎，对，行。探险家今天必须得死。我先把龙拿了。吃个药。Nice。这个吸血鬼可以杀。跑得很快，没事。他没什么技能，我大招马上都要好了。杀他，350。
快杀，杀完赶紧跑。这个书拿完就赶紧跑，千万别让我看见你啊，探险家。别让我看见你，你让我瞅着你，那就是一个字儿死。干嘛呀？先扣一下，把落手给扣死。没有触发炉灯，要有炉灯就好。哦，拆塔，反应快呀，老弟。这老弟反应确实是可以，他们家的吸血鬼挺厉害的。